因为现在出手是快的。 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漂亮！漂亮！这球救的太不容易了。防守反击啊！这一分我们看陈农。我们说了，因为他身高臂长，对于整个场地两个边线的看管，他是非常严的。这个对角线也是为了让你中卫没办法衔接，对，直线球。这一下也是，难度太大。嗯，快速的正手勾了一个对角。嗯， 发一个后场球，胯下，还有扑，漂亮漂亮，轻打这一分。三胜，三胜，放。李宗伟胯下这球打的已经很漂亮了啊。 进攻是进攻，是还是要打得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啊！下压突击，勾对角，好球，还有机会。这是一个高质量的网前球啊。 所以呢，逼迫李宗伟呢，这个挑球呢，挑了一个半场球。我们看也是滚网而过。今天两个人在网前小球上确实是啊，都是打出了很高的水准，对，搓了很多。地板阵，地板阵，地板阵，行了。
好球！刚才李宗伟也是认为林丹这个球救不过来了。哎呀，好球！难以置信的一个救球，而且非常被动啊，这个球回过来的可以说反被动为主动啊。林丹这是一个起死回生，在悬崖边上，生生的又爬上来了。对对对。 就像李宗伟在悬崖上跟他决斗，一拳把他打下去了，最后一只手抓着这个悬崖边，居然用两个手指头的力量他就上来了。我们看一下慢镜头，这是最后得分的一球。这应该是那个救球，用高速摄像机拍到，这么低这么靠后的击球点，这种球这个动作让我想起费德勒，有的时候网球里头他会出来，但是羽毛球你这种带切，你再把力量打上去就很难了。对。 速度很快，劈杀！哇！ 假动作很逼真。
反拍过度，反拍弹对方底线，再放网，好球啊！啊，这球我们看李宗伟也是，就是他抓到了林丹的这一拍球啊，连贯的非常快。上来马上啊，回放，因为这个点很被动。对方放网，中卫攻得很凶，对，第二次杀上网。跃起杀，保持主动，运气球。这个球李宗伟也是一个带停顿的，很明显。然后李宗伟一推成龙的两边后底线，就等着成龙的过渡球。对，基本上我们看就是他推完，他就站在前面了，对，就站在那儿了，而且都是站直线，站直线。所以成龙过渡的时候一定要。用什么打法来打，这点很重要，因为场馆一样会有风。界外，这样的话21-13啊，李宗伟呢是胜了决胜局，从而以2-1的大比分战胜了中国队的陈龙，获得了201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。我们向李宗伟表示祝贺。送给李宗伟，送给陈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说的就是说，通过这场球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李宗伟、林丹、陈龙是今年奥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子单打夺冠的最大热门。也可以看到李宗伟在这一段时间的针对性。我们林丹和陈龙呢，也可以更有针对的去进行分解。然后准备里约奥运会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亚锦赛呢毕竟是一个前哨战，那么最终的决赛最重要的舞台是今年的里约奥运会男子单打的决赛。我们也希望这三位球员啊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准，能够避免伤病，在里约奥运会上拿奥运会拿这个世界冠军最多的男选手。你看已经就是怎么追也追不上了，自己还是打主动的打下午。虽然比分不好看，可是双方选手已经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，给大家来欣赏。没错啊，应该说第一局和第二局，双方都还是打出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和质量的啊。那第三局呢，的开局没打好，对，没想到李宗伟会这么快。可第二局很明显，李宗伟把。因为他也落后了，他想把体能留到第三局来拼全力以赴，所以林丹一下没对上，所以导致了现在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。
这样的话呢，第36次啊邻里大战就以李宗伟的获胜而告终了。我们向李宗伟呢表示祝贺啊，他进入到了今年亚锦赛男单的决赛当中，决赛的对手呢将会是陈龙。